我们要欢迎跟吃很有关系的，因为他是以吃早餐闻名的卢广仲小队长来了，耶、yeah! ！大家好，嗨，嗨，哎，你叫我什么？老师好，老师好啊，哎、哦，广仲好，又是巨蟹，对，哇，这 double 巨蟹的歌，我跟你讲，我看这歌词，我简直就是有吗？我就觉得是在讲。对，因为就是我的反应嘛，就是我如果遇到这样的事情，我是怎么办？我可以抗议一下吗？因为你的字真的很小，嗯，你这个字你看得到，我他妈的看不到，要用放大镜，谁看得到那么小的字？然后也会。而且很多巨蟹座也很啊什么？对对对，我们放放的。表达亲切感不需要用这个，不用图片，世代的不同，这一点怎么说我也还活跃在线上。去，给我一个汤匙来。是这样子的，既然你都说我像妈妈了，我就喂你吃饭好吗？因为可是我妈也不会喂我吃饭。没有没有，我这里请拿汤。摇汤的汤匙，哎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来来来，摇汤的汤匙有够大的汤匙哈，因为我的直播里面有完美的一口哈，嗯，完美的一口啊，我帮你组合一个哈，来，哇，好，好，那我要，一，二，哦，你吃得下耶，我。超神，迎向风中的早晨，迎向风中的每个早晨。广仲，我还对你最后一个要求，就是我们要露额头。你愿意吗？你愿意，我就愿意。露就露。真的吗？没有，没有，已经没有什么包袱了。准备好了吗？一、二、三！你干嘛吐舌头？害我跟着你吐舌头。想说应该有点疯狂的感觉。